今天带你们来看哈、离我们家大概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，红鸡，看看我的脚底下踩的那个草，看到没得？简直都不歪到哈！从这个镜头方向，你们看到没得？全部都是来的哈，欣赏美景，享受生活的。接下来我就看一下，我去刚开始看到那个宣传，那个他们邻居那个小姐姐跟我说了之后，她晚辈那个女孩，我今天去洗头，她跟我说，她说叫我们来这里玩。我一看那个图片，我在上面搜，我以为是那个来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？我以为是薰衣草，这一片全部种的薰衣草，我觉得哇塞，好浪漫啊！这个花，哎，我感觉有点像烧纸的祈愿山一样，去蹭一下那个露营去好不好？上次我们是在那里剥竹笋，他们四个年轻的小伙和那个小姐姐叫我们俩去吃烤肉，我们俩不好意思去。今天一下好不好？主要是好玩儿。我看到那边有好多人在那里烧烤，还是在做什么？还有那边有几桌，去尝试一下。你们期不期待？你怎么只有这个单子啊？啊？没有那么多。小乔，一家、两家、三家都在烧火哎。小乔，看到那边有三家人在烧火。烤的肉，想去吃这家伙啊？不是想去，我想去挑战一下。就是想挑战一下那种勇气。对，你不敢吗？粉丝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啊，如果说别人围一大圈的人坐在那里搞吃的，在户外，你敢不敢走上去？哎，帅哥美女们，你们好，我可以蹭一餐饭吗？我怕别人从地上拿着石头就往你头上砸。单点一下行不行？这个勇气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是拿不出来。我如果说还有一种、啊、起码没事的，你们是本地人，我一个外地的我都不怕。挑战我的勇气可以，如果说我挑战成功了，你就嫁给我，我们俩就去每天领证。这个我就敢去尝试。真的啊？就是哪怕就其实是挨两砖头挨两石头他都值得。哎呀，你这个都是那个哟，你看啊，空手套白狼，他想知道吗？他想空手套白狼。人家都是结群结派的那种，你要是真的没有点勇气啊，要去蹭到吃的，我想有点难。我都不是刚刚说了，我们俩在祈愿山那天，他们邀请我们两个去吃，我们都不去。人家是主动叫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样子就不一样。你这样啊、又不认识，猛冲冲走去。你虽说长得漂亮，假设人家旁边人家带着女朋友的。啊，看到！我跟小姐姐说，我又不跟男孩子说。那可以，要跟小姐姐说好，应该能蹭得到。如果说你走去啊，跟男士讲的话，他身边如果说带着老婆的，或者带着女朋友的，我才没那么傻嘞，跟男孩子说的。吃醋的，知道不？我不会跟男孩子说的，我跟女孩子说。哎呀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嗯，怎么你眼珠子，我怎么在你眼珠子里面了？眼睛是不是特别有神？在你眼珠子里面了，好吓人呢。他会我出发。那、啊、我给你来一个，我的、啊。我要给你颜色。你看我来一个啊，我给你来一个。你看别的吗？跟我来个。妈妈，我先过。OK， 好，没有。哇塞，好好，难怪是我。我也不是我呀。转过来。今天其实真的很开心。老公，哎，莫说噻，光说不练，不是加班是吧？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
朋友们，同志们，大家下班啊！那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行嘞！来华少先，先来华华少华少来，那你们神经不行嘞，日播不行嘞，该关键时刻不要掉链子哦。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哈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生活就是快乐，别后悔。坐路，这不是坐路好些呢？因为有钱才可以在路上买东西吃。哎，对头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你们再说。我也在路上说。哦。啊，早点回来，先不写，直接进去要挨打。爷爷在学校写不起，去爷爷要挨打。我就想不起来，小心挨打。那没烟呐，你们那儿？走，这走人，走，这走人，走。这就是童年呐，哥。我真的不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才能打滚去了。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双胞胎，来介绍一下自己，来，兄弟们。大家好，我姓刘。你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哎，这两个呢？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这两个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双胞胎好可爱哦。哪是哥哥？啊，哪个你那么认得到呢？但是长得一样的。弟弟，哪个？大姐，我是哥哥。大姐，他那天这个字。啊，这样子的哈。要叫儿子了，大麦是要。要担保。要担保。啊，要担保。哎，这两对双胞胎哟。人家这不像弟弟那个。他爷爷是亲兄，介绍，这孩子的奶奶在介绍，他们两家人都是双胞胎，这个还是有基因的，有这个双胞胎哦。你们是哪条的呀？是的，是的，西瓜头条。是吧？拜拜。好。孩子事业，你爸爸妈妈都看到，你个人看到啊。其实现在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挺会享受生活的啊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村，有着广阔的土地，还有大自然的美景。很多城市里面的镇上的人远道而来，带着孩子和家人来到这样的地方。我是朋友们，想不想来这样的地方搭上一个帐篷，然后再做点美食，慢慢的欣赏周围的美景。